从前从前，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特殊的职业，是带着猴子表演的街头艺人，耍猴人。他们训练猴子做出各种不同的动作，让猴子戴上帽子，穿上衣服，学人的各种行为，总让围观的人哈哈大笑。但在这些猴子刚被抓来的时候，并不是非常听话，这让耍猴人非常头痛。于是耍猴人研究出一种让猴子听话的方式，那就是抓一只雄鸡过来，让这些猴子围观，并且在这些猴子面前宰杀这只雄鸡。当这群猴子看到这只雄鸡的下场后，纷纷被吓得不敢乱动。从此之后，这些猴子就非常听从耍猴人的指令，乖乖穿上衣服学习表演。后来我们用杀鸡儆猴比喻惩罚一个人以警告其他人，而这个就是杀鸡儆猴的相关小故事。